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你有没有学汉语的办法？你有没有学汉语的办法？你有没有学汉语的办法？ 我没有办法。我没有办法。我没有办法。没办法。 没办法，没办法。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？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？ 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？ 我认为我可以用这个东西学好汉语。我认为我可以用这个东西学好汉语。 我认为我可以用这个东西学好汉语。我觉得外面很热。我觉得外面很热。 我觉得外面很热。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。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。 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。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。周末你出来玩吗？周末你出来玩吗？ 周末你出来玩吗？我不可以出去玩。我不可以出去玩。我不可以出去玩。
我知道越来越多的汉字。我知道越来越多的汉字。我认识越来越多的汉字。我认识越来越多的汉字。我认识越来越多的汉字。你越学汉语越难。你越学汉语越难。你越学汉语越难。真的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。墨西哥人高兴地说：“你好。”墨西哥人高兴地说：“你好。”墨西哥人高兴地说：“你好。”德国人高兴地说：“再见。”德国人高兴地说：“再见。”德国人高兴地说：“再见。”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？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？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？世界上有194个国家。世界上有194个国家。世界上有194个国家。这个地方没有变化。这个地方没有变化。这个地方没有变化。青岛变化了。青岛变化了。青岛变化了。成都从一个小的城市变化成一个大的城市。成都从一个小的城市变化成一个大的城市。成都从一个小的城市变化成一个大的城市。去中国
是一个学习汉语的好机会。去中国是一个学习汉语的好机会。去中国是一个学习汉语的好机会。在中国，红色表示什么？在中国，红色表示什么？在中国，红色表示什么？红色表示繁荣和好运。红色表示繁荣和好运。红色表示繁荣和好运。中国人都喜欢他。中国人都喜欢他。中国人都喜欢他。他是一个红人。他是一个红人。他是一个红人。跟他说话很舒服。跟他说话很舒服。跟他说话很舒服。坐在椅子上也很舒服。坐在椅子上也很舒服。坐在椅子上也很舒服。春天的天气很舒服。春天的天气很舒服。春天的天气很舒服。我很关心我的朋友们。我很关心我的朋友们。我很关心我的朋友们。他不关心中国的政治。他不关心中国的政治。他不关心中国的政治。虽然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你还不会说汉语。虽然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你还不会说汉语。虽然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
你还不会说汉语。我和我的哥哥很相同。我和我的哥哥很相同。我和我的哥哥很相同。昨天我看了巴西和德国的足球比赛。昨天我看了巴西和德国的足球比赛。昨天我看了巴西和德国的足球比赛。你敢不敢亲我？你敢不敢亲我？你敢不敢亲我？我不敢，你太难看了。我不敢，你太难看了。我不敢，你太难看了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谢谢你。我决定买一辆自行车。我决定买一辆自行车。我决定买一辆自行车。一辆自行车多少钱？一辆自行车多少钱？一辆自行车多少钱？我喜欢的自行车是10000块钱。我喜欢的自行车是10000块钱。我喜欢的自行车是10000块钱。一辆自行车10000块，多么贵啊！一辆自行车10000块，多么贵啊！一辆自行车10000块，多么贵啊！对，是一辆电动自行车。对。是一辆电动自行车。对，是一辆电动自行车。昨天我跟别人去玩。昨天我跟别人去玩。
昨天我跟别人去玩。我没去看我的女朋友。我没去看我的女朋友。我没去看我的女朋友。因为我没来，她哭了。因为我没来，她哭了。因为我没来，她哭了。今天他不想跟我见面。今天他不想跟我见面。今天他不想跟我见面。今天我哭了。今天我哭了。今天我哭了。我相信他不相信我了。我相信他不相信我了。我相信他不相信我了。我告诉他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很爱你。我告诉他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很爱你。我告诉他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很爱你。